是一个不婚主义者。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啊？对，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，本来他是要找他时候是跟他要想跟他结婚的，但是遇到了一些事情了，计划改变了。就是还是觉得女人在男人面前其实还是永远是第二位的，就他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。对，我们都抢起来了，其实就是有不同的意见，所以说就是这部戏我跟他之间的矛盾。但是这个婚姻大师就一直悬而未决，就是这样，是这是事实。对，就给大家去想，去想，对，留了个念想。那这个江若水这个角色，其实我知道在戏中应该算是白骨精吧，白领骨干精英。